我是林家姐，依家喺石荔搵波子。虽然爽过喺香港搵西子，不过星洲啲大戏舞堂山咁扮赖。我听啲唐山客话，老马个太平剧团有出成70几人，踩台班做嘅红城朝千古恨，新曲对白，冇一不根据历史，境外变景，戏中有戏。 只有广府大戏以来，实为第100届咁撚大堆头嘅贡献。太平班住豪花盛盘水涵龙，置过晒啲衣箱，伟大布景，成间戏院装晒啲新式电器、电灯。故事讲明朝末年，女人汤圆红盛筹最初怀才不遇，后彩俾条花寨琵琶仔青梅上色，委托终生下嫁。 条女脚头好，洪承畴果然飞黄腾达，扎捻咗做明朝总督，闯贼作乱，崇祯皇帝，信坐呢一刀破家冚家令，将全国兵权交托俾呢一条捻样嚟对抗闯贼，搞到家基要梅山自日，王妃投井，明朝忠臣孙捷，其下老个任贱文太后扮成牧羊女。 切脂粉陷阱活捉呢只扑街，再喺偏殿轻纱笼罩，肉体若隐若现，裸体亲献心汤，烧魂食骨，牺牲色相，以肉感又动红城囚投降清室，清兵入军，命亡惨痛，演到红城囚做得亏心事多，晚头黑发恶梦，过场压俗戏，红城囚悔过吐血。 发梦见俾佢害捻死嘅崇祯皇帝，明朝新哲后妃忠臣隆重冤魂现身，向佢唾骂大唱。查汉奸，衰汉奸，千刀万剐将你斩。呢场影真伟大，全场动员70几人，成间戏院突然行雷闪电，隆重用灯饰立体布景，离奇必幻。 咁夸有广府大戏以来，此为第一贡献。喂，林世妹，嗱，你睇住呢沓由中华民国29年8月1号礼拜5至到10月5号礼拜六喺香港华字日报展览低嘅红城囚电影小说，嚟定下瘾先啦。香港南洋影片公司邵老板趁太平剧团斗鼠，豪花十盆水。 即系原本可以拍5出粤语片嘅《不值》，先揾嗰条短命种青年剧作家古龙江，用10日时间将《老马出笃笃灿大戏红城囚千古恨》改编成为影画戏剧本，致病撚死咗。再揾陈其磊、汤晓丹设计明清豪华布景，汤晓丹设计各款明清戏服。 最后由汪福庆导演，吴华揸机拍影。苏哲明本剧目由上年4月拍到暑假尾，喺影画戏《红城囚鼠》，马思曾做翻汉奸红城囚，谭兰兄正喺做过条淫贱奇虾文太后，牺牲色相，轻纱笼罩，肉体若隐若现，裸体作肉咁表演。 黄鹤星做任贱奇哈佬多尔衮亲王，欧阳剑饰演崇祯皇帝，黄宗煌饰演洪承畴嘅侍从夏承德，欧善明。除咗呢班太平剧团嘅老冠，由电影明星梁雪飞做咗谭兰兄哥哥记青梅嘅戏，父亲皇后黄曼妮客串做明朝周皇后，冯峰做明朝太监。 长颈怪物朱普全饰演洪承畴嘅翠松莲碧，宁蒙饰演洪承畴翠松莲成，刘贤公饰演洪承畴老豆，梅仔皇后夏宝莲饰演洪承畴个细妹洪小凤，容玉儿饰演洪家丫鬟荷花，其他影画明星仲有张活游、陈天宗、黄金枝做明朝元妃、秀仔、黄秀年。 李丹露做明朝长平公主，执头怀旦周志成、柳克宣、万殿、王楚山、东方奇勒基宝、冯应湘、
王下飞咁。影画故事大致拉大起差唔捻多，只系最后国幕话洪承畴发恶梦，大戏舞台系成班被佢头青害捻死嘅冤魂嚟吊漆佢。影画树就得由梁雪飞替咗肥兰谭兰兴做嘅歌姬青梅嘅冤魂嚟吊漆佢卖国求荣，咁多多谢柏林家姐。今日系中华民国30年3月1日礼拜六，呢张花贴话请我哋两姊妹落大波屿东船街海山街左紧间上海有声电影院睇老马出洪承畴影画戏。呢出嘢话拍捻咗成30000英尺菲林，最初剪剩14000英尺左右，即系14大本。但系超出石叻电影院嘅放映时间，所以依家剪剩12大本长度嚟新加坡公映，有得睇好戏都好过冇啦。